哎，江江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呀？你问我呀，我也没约过会啊。不是，那要是你的话，你会带女生去哪儿啊？约会，最好是在一个比较昏暗的环境。是的，谢谢。 才可以创造条件和他无限接近。如果气氛到了某一定程度，就一定要把握。兄弟，你这个主意太好了。哎呀，昏暗的。 环境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搞定，定好了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兄弟，我先走了，祝我好运，拜拜，加油！ 我也找到工作了，是不是也应该给林欣然买个礼物呢？ 专属美甲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不错，我会向朋友们推荐的。那个说好了，你多帮我跟别人推荐推荐哦。嗯，然后听你的名字，我给他们打折。哎，对了，现在大家都开始臭美打扮了，也都会做美甲。那我的美甲店开了之后，我聘请你做我的线下推广，怎么样？你可以在我这享受终身免费美甲，我还送给你玉女坊的面膜，每个月都送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面膜可好用了，不仅补水保湿，还美白嫩肤，效果很 OK 的。听起来不错，哎呀，用起来也不错，你就相信我吧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嗯。学姐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以后再来啊。好的，拜拜。喂，美编。 我被录取了，下周一就可以上班了。哦，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。恭喜啊！我还要实现我的梦想呢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梦想，梦想，我也好想开家自己的美甲店了。 伯母，夏阳，你好，再请你跟思雨有没有常见面啊？他怎么了吗？我想让你劝劝他回家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思雨搬出去以后啊，他爸爸又死要面子，不肯服软，现在父女俩的关系特别僵，思雨连一顿饭都不愿意回家来吃。我想，只有请你劝思雨回家了，你的话他一定肯听的。我和思雨分手很久了，我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。 我怕我出面不太方便。阿姨知道这件事让你很为难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在我们司仪的心里，你的位置很重要。我想，只要你劝他回家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阿姨第一次求你帮忙，你不会拒绝吧？张律师，这份文件还在你签个字。谢谢，你先放下。啊，小杨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在工作，我打扰你了。啊，那司仪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啊。 就这么定了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 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phone you dial。阿姨刚才走过。
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您找哪位？请问赵小阳律师在吗？这边跟我来。请进。张律师，有人找你。好。张律师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求你帮帮我。起来吧。我的弟弟叫杨平，他是一个滑稽戏演员。他在君泽娱乐城的剧场里做表演，几天前他在舞台上出事了。表演到最后一幕的时候，他在舞台上晕倒，整整五分钟过去了，工作人员才发现不对。虽然后来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，可是我接到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只看到了一具尸体。